放两张新的纸，本来是用这个下面的磁铁带磁铁的那个纸的，就带磁铁的那个吸盘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用过了，所以我就用这个纸来代替一下。然后呢，把这个纸放在这个位置。把纸放在距离这个托盘的10厘米的位置，前面是10厘米，然后这里差不多是1厘米，这里是1厘米，这边10厘米，这边1厘米，然后就按这个位置放下去。放进去以后，我们把这个推进去，先把它关了啊，重新来。打开文件，打开文件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刻度表，专门的一个刻度文件。这里，等一下。这个刻度文件很大，所以它加载的比较慢一点。然后这里我们选择 A3， 然后呢，这个叶边距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叶边距 A3 的叶边距，这边选择3厘米，上面3厘米，左边3厘米，OK， 这样子我们点打印。只打彩色就可以了。我就开始打了。连高度我们可以稍微往上调一点点，不要调太多。设置左边3厘米，是因为这个 UV 灯固化呢，它有一个区域，如果说超过三厘米以内的，它固化的效果就没那么好，最好呢是在这个3厘米以外的这块范围都可以。因为它要打印整张 A3 的纸，所以说稍微慢一点。
这个有点慢，我先关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来录。这个车就开始往外出了。这个一二三三厘米，三厘米以内的这个范围呢，因为它 UV 灯照的强度没那么强，所以它固化效果会慢一点。所以我们尽量打印产品呢，尽量在三厘米以外的这个区域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固化效果就比较好。
导是导了那么长，其实用到也就从这里开始，这里开始用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就是从这里到这里40厘米的距离，这边就打完了。接下来我们打开一张图片，我们打开这张图片，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显示网格，这边就有格子出来了，然后还有一张图片，比如说我们要打这个保护壳，那这个保护壳的长度是136毫米，那我们就在我们回到这个版面这里。这个是输出尺寸，长度136，那就是13.6，然后回车，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，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保护壳放在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要把保护壳放在从上到下是2厘米，然后从左到右是3厘米，从上到下2厘米，从左到右3厘米。OK， 这样子的话就是从左到右是3厘米，从上到下是2厘米。那在软件这里，在这个输出位置这里，输出位置这里，从左到右是3厘米，然后从上到下是2厘米，图片就跑到这个位置来了。然后我们打一个试一下，然后我们点，选择一下，这边有在白墨这里，因为我们这里面是加了光油的，加了光油以后呢，第一个是光油，第二个是白墨，那我们把白墨去除，因为我们的底是白色的，所以我们就点这里选择
在彩色下面，白色100%输出，因为我们现在选的是光油，就是说这个打完这个彩色以后呢，它会打一遍光油，然后这边选择白彩同出，先彩后白，然后在这里选择加一，这边加一，这样子我们点打印。如果这个位置看起来会高一些的话，我们可以稍微微调一点，往上调一点点，那基本上是不用怎么调的。这样子的话，它先把彩色，然后会打上一层光油。这样子就打印好了一个保护壳。
它是有光油的，所以它这个上面还是有一层油。